的是这边的巷子进去，就是逢甲夜市了。我那上面还有一个 Sky Bar， 这还不错。平日1000多块而已，假日好像才2000，2000多。那 OK 啊，对啊，住宿这样子，而且还蛮丰富的，那生意超好的。今天的话来入住台中的一个酒店，叫 KUN KUN 的酒店，蛮漂亮的。我等一下给大家拍一下外观。那它本身也有游泳池 Sky Bar， 也不是游泳池啊，健身房 Sky Bar， 差很多。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大厅，它整个大厅蛮明亮的，而且是那种现代简约风，还不错。而且你注意看啊，它这边还有就是交易厅，然后有电视可以让它坐在那边吃东西。它很不错，它底下还有一个类似这样交易厅，然后整个都是玻璃的，蛮漂亮的。主要是这一间的话，它又离逢甲夜市超级近，走路就到了。我等一下给大家看，好，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它这边很方便哦。这边走出去，这边直直走出去，好，或者是这边的巷子进去，就是逢甲夜市，整个超方便的。然后听说它上面这边是有一个高空酒吧。对，好，从这边电梯上去，明天中午12点前再还给柜台。OK， 那餐券2张，7点到10点到1楼用餐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它的卡梯设计的还不错，闪亮闪亮。个的，其实它整个还蛮算蛮宽敞，蛮明亮的啦，灰色的。来，2206，现代风，对，我最喜欢就是现代风。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房间大致上蛮都很干净明亮，大小差不多这样几平啊，五平左右嘛，对不对？那先可以走出去吗？它有一个双人床，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它的 view， 哇，因为我们在2楼啊，其实很近，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是这个街道，是一个工作的桌椅，这个对我很重要啊，出来的话剪片，然后也有一个万国插座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饭店的两旁，床的两旁没有充电的，没有充电孔。等一下找一下，这个不行哦，这个很不行哦。然后这边也只有这边有插座，这边是有这一个，这一点是真的不太 OK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它的备品。好，备品的话有茶类嘛，然后 UCC 的咖啡、水。电视是还蛮大的，这样看起来是有40到40平40寸左右。然后整个房间的这个床型是这样，是蛮干净的啦。反正我有带大行动电源，没差了，不用怕。然后我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本兽，好，本兽，本兽的大小就中规中矩了。哦，那玻璃嘛，然后是啊，这种瓷砖是我喜欢的，就是。那种有点雾雾的大理石，我觉得这种地板这种看起来会很干净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备品，牙膏、牙刷、刮胡刀、浴帽都有。那这应该是吹风机。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哦，那有2个插座，还有排风扇、灯。这是属于这个干湿两用的。哦，它这个是那个美式马桶，我的最爱。虽然它房间小，也是跟日本一样，可是它的整体是真的很有日本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上山采药的沐浴乳跟这个洗发乳，还算不错。来，我带大家来上去看看它九楼的这个坤坝 Sky Bar 长怎样。楼上这边，它楼上这边是有健身房。蛮漂亮的，它上面还有一个 Sky Bar， 这还不错。大家早啊！我今天的话，我们一早，那现在8点，那我一路跟我朋友他们还在睡，那我想说先来运动一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
器材还不错啦，然后外面这边还有一个泳池，那我就先去运动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就去拍一下早餐，然后再开始我们今天的到南投跟斗六之旅。吃饭还要先量温度，哎，超酷的。Oh, OK 哈，好 OK。给大家看一下餐厅环境，还蛮明亮的，而且旁边还有一个落地窗，不错。饮料的话有热豆浆、葡萄汁、红茶、冰牛奶都有。然后这边还有咖啡机，然后玉米脆片。给大家看一下熟食区比较重要。熟食区沙拉嘛，然后烤面包、吐司，然后三种果酱，还有奶油，还算蛮丰富的。那这边还有素食，素火腿跟素菜，炒高丽菜。那这边的话是有这个稀饭的配料，然后蛮丰富的。肉丝，还有肉燥，快上，还有这些包子，包子蛮多的，然后我最爱的炒蛋，还有炒面、烧麦跟海苔。薯条跟炸馄饨，这是什么？咖喱啊，咖喱鸡，口味还不错。来啦，餐点来。其实我觉得以 一碗就一千，平日一千多块而已，假日好像才2000，两千多。OK 啊。对啊，住宿这样子，而且还蛮丰富的，那生意超好的。来吃吃看。吃饭它的蛋好了，我觉得炒蛋很重要。那感觉就蛮比较老的传统的早餐，还可以 ，OK。肉燥饭就是中规中矩，咸香它不会有肉的臭味，然后炒蛋还不错啦，然后再来就是沙拉跟烧麦啦。我拿因为它的种类的话，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口味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好了，早餐今天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一间的早餐是长这样子喽。哇，给大家看个早晨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一间台中的应该是关吧，好关饭店。那主要的评比是，其实他的员工都蛮年轻的，感觉应该是跟旁边的逢甲大学有做合作，所以蛮多都看起来都是蛮年轻的面孔，而且主要是他的那个服务的态度都很好。那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这一个饭店的话，如果是以商旅等级来讲，五颗星我可以给到4颗星。好，那比较差是说早餐的地方啊比较没有经验，但是也不难吃。好，那这个价格也没有办法再做奢侈的想象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部片就介绍到这边，那个饭店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。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拜拜。有飘吗？有飘一声吗？